好了，今天来做一个浆果奶油蛋糕戚风的，今天我们做戚风蛋糕杯。这个打蛋器的盆子一定要很干净，有水没有，而且拿这里面之后，蛋清和蛋黄区分开，这里面加一点蛋黄粉。那我比较好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在美国这边没有所吃那个越南蛋，所以我加一点点，好的，可以稳定蛋白。之后把所有糖，50克加到这蛋白里，就是 two tablespoon。我们的老师，所以买了一个烤箱温度计，差不多我一般没有看到我要的温度就很热就可以放进去。